总经理王宣言，这个月24号在大陆上海遭到公安逮捕，对案破天荒的立刻交由我国司法单位处理。本来预计最快在今天就会将王宣言押解回台，但是因为现在海象不佳，所以一直从白天等到现在晚上当中，还没有办法进行做了遣送的动作。但如果遣送的话，将会首开两岸打击经济犯罪的首例。因为当时王宣言在周信行当中违法放贷126亿元，他接受王沪宁的指示，协助了台共集团前总裁黄忠侯以非法的方式进行了违法的放贷，且遭到了大陆，但是已经有中大陆官方移作逮捕，但是等到遣返回台接受了审判。但今天其实全国的另外一个王家的焦点，则在经营之神王永庆。王永庆在交棒之后，其实台塑集团的七人小组成绩单表现非常亮眼，可是王永庆或许王老先生最近商权的有诸多关于子女甚至孙子的事情。之前台塑集团广为人知，就是在王永庆跟王文洋父子之间关于王文洋的婚外情的这个事情，其实父子差点闹到要翻脸。但是今天王永庆其实的掌上明珠，也就是台塑总理处的